来关心的是马总统下乡以后呢，会有专属的下乡帽。哎，什么是下乡帽？我们看到今天呢，府方的人通通都戴上了一顶了。这是蓝色的底，白色的字，上面写着台湾，还有一颗红色的爱心，就是爱台湾。下乡视察看百年石墙的修复，总统很仔细听。这时候，农委会主委陈武雄轻轻拍了总统的右手，嘴里说：“总统啊，拍你个看看啦。”拍手，哎。这个有参与感的动作确实比较有画面效果。不管晴天雨天，每个礼拜下乡，大队人马有顶帽子遮阳遮雨都方便。哎，怎么回事啊？大家戴着拿的拢赶快呢？这个帽子有蓝色底，还有另外一顶是白色底，然后上面打着这个台湾的字样，然后它是用红蓝白三色所组成。那在这个台湾的英文字上面那个 I 呢，它上面有一个红心，所以它这个有一个爱台湾的这样的一个意涵在里面。那未来在总统的下乡行程大家会看到这个总统以及所有的随行人员，大家会戴这样的一个帽子。哦，蓝色底白色字加上红红的爱心，结合起来就是爱台湾。包括总统在内，府方和随扈通通有下乡必带，连夫人周美青也有一顶，看棒球的时候挺直棒也挺台湾。红白蓝三色一款两式，未来总统府的纪念品中心也买得到。这顶爱戴完鸭舌帽可是府方幕僚从很多图样中精挑细选出来的，是继元旦升级的国旗围巾之后最新的爱国商品。中央新闻蔡穆启、陈维儒、李慧柔台北屏东综合报道。